兄弟，今天带你看哈，可能是你没有见过的那个龙眼，大得很，像荔枝那么大的。现在我带你们看一下，这个老板这杆种了一片，我们看哈到底有好大。走。哦，真的是，你看。你看哈儿的，这像荔枝那么大，但是肯定是夸张了点儿，但是接近荔枝那么大，没有见过这么大的。哇、哦，好大一个呀！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。这种有些这个嘛，当年荔枝大，没得荔枝大，你有荔枝用大没都？有的叫。你看哈儿这，很大，告诉你。这个有荔枝那么大了。嗯，这个。说说西头的，原来搞这些，这来说你要晓得荔枝哪能大。你看这个贵呀。这400元喽，是荔枝哦！我天嘞！哦，从我门口，你要咋来地？你们从摘到这种品种哦，价钱贵啊？价钱的看，只有台湾种子。我看了这么久了，从来没看到过那么大的个贵颜色。你看，好大哟！好大，真的像荔枝那么大一个家哎！我天嘞！让我大开眼界，从来没看到过那么大的贵颜。别让我这。一个通开都找不到，找不到这儿，可能在我们这个路线都找不到龙大的。啊，你们应该是第一家，我们路线应该都是第一家的龙眼有这么大。啊，好安逸哦，你看。我到处我都看过了，这种一坨色都好几斤喽，两三斤、三四斤的。你称过没有？一个儿最大的有几有好多？没有，你告过吧？最大的接近一两一个。啥子概念？12个就有一斤。像这种叫的多的就没那么多，叫的少的那种就哇、哦，这边还多得很呢、啊。这边多的不是很多嘛？这些都是品种都是一样的品种。这边稍微小一点点。哎，这第一班就是我兄弟的，这高级这些都是我的。我兄弟整两年嘛，整了还有两三根，他对面也有，对面那些都有。据反正他会最我最好是最好这么时间就是最好吃的了噻。黄时间不是很好吃啊，这就算是最小的了吧？真是最小的了，最小的都相当于那边那些最大的。你尝点味道嘛？不想尝，像我都在那个快递儿上了。我尝的这个太大了，上一个都好吓人了。跟你说，这些垃圾的重庆人呐、成都啊这些。一斤你10几块钱，自贡镇垃圾都是10几块钱的。没了，走得起不？从我走不起嘛。B 三，我来讲，我来一直有米米米米，晓不晓得？不是我这种，就是讲来。只要你做的这个生意啷个，二年子你提前讲。这个贵啊，真的还可以。嘿，跟你说。10个11个都最近，水分充足点，土壤好点的，觉得少点的，给狗人更是懂，过得不得了，比这个看的还大，大个一，大他妈三分之一样子。对，看到中国人简直跟那相机比起，简直是天壤之别哦，比不得。我喊我记耶，我要送朋友的那几斤。这窝就是最大的，最漂亮就是这窝，比我的大芝麻还要大。那这窝可能还没开始掏。这窝还没有应该。这种的话，我就拿来送人，送老板了那些个。嗯。这种就简直有面子有档次了，够格了已经。这个这种龙眼的话，我估计哈，应该是不好找，在我们路线我真的没看到那么大。哇，好！看到都舒服噶。是啊。咋那么大的龟眼喽？台湾来的品种了是不？台湾品种了这是。太大了，都舍不得掏那里。对。它这个，这坨都要掏的。那个龟眼实在是太大了，刚刚我要跟那个老板儿呢，你商量了一下，谈起嘛还是
我家门还姓徐，都是姓徐，还有价钱有点高，五多钱一斤，我估计好像我们一般的人好像都吃不起，我感觉太贵了，可是哦，上楼看一下就是，至少我们了解，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很多东西都你根本就想象不到，从来没看到过龙大的桂圆，真的接近荔枝那么大，但是那种少数哈，真的有荔枝那么大哈，但是还是有稍微偏小一点的。刚刚我的上楼，它的那个味道哈，还是比较嫩的，米米哈也不是最小的，也是中型米米嘛，反正啊，它是叫啥子？还是反台湾品种，叫啥子名字？我还真的搞忘记了。算了，这个生意搞不成，太贵了，那么钱十块钱一斤，我天嘞！我搞事了。要得了。啊，不，那封了。封了，我装了，我们这还要晒，还有那么多嘛。要得嘛，还是出得了。反正你熬十颗谷子。有七八颗那个的嘣嘣嘣的，基本上就要得了。现在已经有那个效果了。哎呀，走，太风暴！就把这里干谷子弄来抽了，抽点儿算点儿。还是要大事预算一下，看假如打了好多谷子，